大家好，我是游戏狂人，今天来发一下狂人日常，一拳超人究竟在做些什么呢？首先当然是耍帅。还没有耍完，好，耍完帅了，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卓越征服卡剑客下装。32区第二名的玩家，哎呀，超级拳1400万，好，二郎疯狂连环交，接下来好几拳，本场比赛结束。我们再来洗一下征服卡，狂人跟你们说，洗这个征服卡千万不要急，有空你就给他洗一下，有空就洗一下，总有一天你会洗到一个完美的属性。好，暴击率，攻击力，暴击率，哎呀，暂时这样吧，下次再来洗。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呢？当然把境界做一个提升，21级境界，红色的。目前狂人的阿修罗也快要紫色五星了，还在等这个，还差30几个，我想也快了。我们来打一下英雄对决。好，这一次对上一个外国人，哦，没有啦，其实他是台湾人。好，打起来，金属骑士，好，锅盖头，我们等一下二郎也马上要使用一个绝技了，来了，哎呀，1160万，锅盖头马上加一个暴走，给龙卷做一个扑空，这一次看扑空，啊呀喂呀，打了590万呐、啊！好，我们的剑，哇，这 King 也倒了，哇，怎么又倒啦？好，看来这个对手蛮顽固的，哎，结束了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台服这次这个活动啊，真的有点不好打哦，有点不好打，因为狂人在为了后期的角色做一个安排，有一些角色事实上已经还原了，看到我们同地的伤害也比较低。好，二郎243万，哎呦，550，好结实，212万，还有僵尸侠，啊，这个假面啊，打的伤害也不是太高。好，在拍影片呢，我们打的这一场并没有打赢，太可惜了。明天我再来揍他，好好的扁他两顿。好，僵尸侠，再来假面，吹两下、三下、四下，又是四下。好，再一个追击，哇，没有打败。我们马上到陆服看一下争霸赛。这一次遇到的对手，我们有透过一个巧妙的摆阵，把我们前面的防守做得很强，所以你看到这个狂人才在早上11点，我们10点开始这个活动，已经打赢了，才一小时就打赢了，怎么搞啊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阵容，好，我们的主塔只有1300万的战力，这个都是我们的防御阵型啦，好，1200万。好，你看这个一个五星蚊子有没有？我们放五星蚊子，还有狂人在这边1600万战力。好、哦，这个也是台湾的朋友，好、哦，哥哥牙没得，你看看他这个2000多万，然后五星的大囧眼、警犬侠、蚊子跟杰诺斯啊，所以这个对手要打过来真的不好打，哦，真的不好打。哦，你就算打得赢一个，你打不赢第二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总是有角色需要复活嘛。你看我们好多五星蚊子啊，有没有五星的豪杰啊？所以呢，这一场比赛狂人连打都没有打就获胜了。你看你们这一群流氓啊，把对手这个组织本部啊，有没有一个骷髅头乘以5啊，代表这个对手已经死了5次了。好，今天这个是狂人第一次拍一些比较日常的影片哦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。
我们晚一点再来看一下好看的原神影片。大家拜拜。